拜，好不好？好，就今天很感谢到场来的粉丝朋友们，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包括线上没有来参与的朋友们，嗯，然后希望跟大家一起的进步，然后每天都可以开心，然后大家都加油，嗯，拜拜，辛苦了，谢谢，嗯，好的，我们线上的小伙伴，嗯，咱们下次见，嗯，杨幂，谢谢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秘密，我们期待下次再见，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喜欢你，寻寻觅觅，不离不弃，寻寻觅觅。开心，咱们下次。就这里，掌声欢迎当年品牌代言人杨幂来到我们的现场。哇，美翻了，来这边有请，这边有请，来幂幂站这边吧，好不好？来，你们要大声的喊一喊口号吗？要啊，今天真的是非常多人都来看秘密哈，今天是我们当妮花香秘境的这个神秘嘉宾，所以我们赶紧请秘密跟所有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我是当妮的品牌代言人杨幂，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很高兴在就是我们的花香秘境跟大家见面。是的，那今天秘密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哈，秘密每次登场大家都可以看到她非常非常惊艳的这个哎造型，今天造型也是非常的好看，美翻了，赶紧跟大家说一下，这套造型应该也是为我们今天当妮的花香秘境来设计的，对不对？对，因为粉色也很有春天的感觉，然后也是我们今天当妮品牌的颜色，也很符合今天的主题。哎，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花香秘境的这个主题，而且秘密走上来的时候，我站在她的身边都可以闻得到她身上散发的这个香气，所以我们这套礼服应该也是有被当妮轻抚过了，对不对？对，真的很好闻，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味道。哎，是的，我相信一会儿大家就会走进到我们的啊这个各个不同的店铺来购买这个秘密的同款。那当然今天我们的这个当妮的花香秘境呢也是一样，有一款这个浓淡恰好而且这个留香非常持久的香气宝藏。好，我们有七款今天会跟大家来见面，那这个也是当妮为我们的东方女性专门来研制的衣香，对不对？秘密今天也是因为这个来的。对，今天也是为此而来，相信大家都是。其实我觉得除了不管是自己老公孩子，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职场人也会有这个困扰，或者是学生，可能你喷了太浓的香水，你在日常的通勤的这个工作当中，有可能味道太重的话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一些困扰，而且有可能会给自己的老板啊，或者是同事，或者是客户，有一些比较刻意跟不专业的感觉。是当妮带来这么好的产品给我们，然后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精致的生活，然后也谢谢现场的朋友，谢谢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感谢今天当妮跟你们相遇，然后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咱们下次见。杨幂，谢谢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秘密，我们期待下次再见，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精致的生活，然后也谢谢现场的朋友，谢谢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感谢今天当妮跟你们相遇，然后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咱们下次见。谢谢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秘密，我们期待下次再见，谢谢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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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可以离开。
事就已画上了句点，发现我们还没熟络就已生疏的寒暄，突然冒进一点无力的黑暗，先模糊了想念，不像影子渐变暗淡，慢慢的消散，我也急流慢慢的尝试习惯，不说再见。请落座休息，秘密请留步。各位领导可以落座休息了。那今天我们活动进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当妮品牌代言人杨幂，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来探索当妮花香秘境，然后来挖掘我们的留香宝藏。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最新的当妮留香初根，美好的香气传递了家家户户的消费者的朋友们。那么最后的最后，我们也请秘密跟现场非常多喜欢你的朋友们再说两句话，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当妮带来这么好的产品给我们，然后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精致的生活，然后也谢谢现场的朋友，谢谢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感谢今天当妮跟你们相遇，然后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咱们下次见。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秘密，我们期待下次再见。谢谢，拜拜。拜拜。